来我家干嘛？浩导找我来的。我付清约你。有清，你来吧。浩导，有清。我承认，你的运气是有变好。否则依照你们的能力，怎么可能从我手上抢走那么多案子？你现在千万不要动，两只脚就维持现况，不要动。每周六日晚间九点，紫来综合台，我爱信玉清。